这个皮物现在多少钱呢？您这个就是这个睡觉的一个窗还是？是这样，就是做就第三空间嘛，因为像现在的话，咱们其实说在家的时间不是最多的，而且公司再过来是家，再过来是车上嘛。那这个是陪这些弟弟是其他的，他们在那边可以睡觉的还是什么呢？就一键放倒就可以睡觉。续航现在是 NEDC 600吗？对，最高续航的 NEDC 是600。那 WLTP 呢？就打个8折左右。但是我也看后面这个空间蛮大的。它的座椅比 PT 舒服。对呀、它本就是这款的话就是偏家用一点，所以说舒适性这一方面会比 PT 更强更高很多。就是 PT 的话偏运动一些。我上次试驾的这个 PT 我就你说的就是600公里，就是 NEDC， 然后事实上高速公路跑120公里的话，那就是可能跑多少？550的样子，就是530到550的样子。我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比亚迪汉，我开120，他们说的是600可以跑，但事实上就是350。那这个车子呢？你就减100就算500。减100。对，因为你开高速的话，它是肯定是更耗电的，它跟油车相反嘛。不是说，那它开120的话，它需要多少千瓦的？20、22、23。不是，咱们这个电池的，你可以加下我微信。